效法武则天。哼，点解唔可以啊？等到嗰一日，我就立你为我的王夫，我哋就可以光明正大咁喺埋一齐。我睇边个可以阻拦我？当然冇人可以阻拦你啦。到时你仲可以有三千面手添。只要你真心对我好，我一定唔会亏待你。有一个清流妓女，到依家大权掌握，你真系好犀利。江玉燕，你咩意思啊？由入宫开始，你布置咗几多阴谋先拍到呢一步？你家姐嘅死，你爹被贬于关外，最后变成哑巴儿子孙。苏英嘅痴爱，我个仔一出娘胎就死咗。心兰，心兰嘅死关唔关你事？系咪又系你嗰啲精心结错？慕娟，你点可以咁样讲噶？唔好再扮可怜，我睇厌咗啦，我唔想睇。原来你之前一直咁顺从我，都系呃我噶。你由几时开始怀疑我噶？你就是由我哋迷迷糊糊咁过咗一晚开始啦。你觉得意外来攻，系咪真系可以醉酒之后毫无意识咁同佢过一晚？既然你都知道晒啦，咁我唔怕同你讲，你个仔冇死到，天伦就系你个仔。如果你肯顺从我的话，我会将天伦当成自己的亲生骨肉咁样锡佢。我相信我哋一家三口会过得好幸福嘅。幸福系咪踏着无数尸体上嘅幸福啊？我已经忍咗你好耐，你唔好逼我，我忍耐有限度嘅。我真的很想知道心兰的死关不关你事。你怎会识得二花宫武功的？这些是你大师父和二师父的武功，乜你唔知道咩？大师傅、二师傅武功尽失，系因为你。你而家先知啊，但系知道得太迟啦。我而家就要俾你试下二花接木嘅厉害。我咁样做都系你逼我噶。哥，小如儿，子，仲有一个燕大哥。你居然练成了六淫尘色中的二花之目。六淫尘色是你杀死我们全家十几口的？是我爹做的，你阴曹地府找他吧。小心，
快走，快啲走啊！我哋一齐走，冇事，我哋一齐走，我哋可以救你。头先嗰个妖女给我内力嘅时候，我已经知道自己系打唔过佢，所以我将我内力瞬间集中，冲裂经脉，全部注入佢体内。佢估唔到我会用呢一种自杀嘅招数嚟到对付佢，所以佢嘅内脏先俾我震伤。但系过冇几耐，佢就会融合我内力。到时候佢嘅体内就会集中我同连星、邀月三个人嘅功力，佢嘅内功可以话系抗古绝今。到时候就算系武林嘅高手一齐联手，都唔会系佢对手。所以你哋一定要喺最短嘅时间之内揾到铲除佢嘅办法，要不惜任何嘅手段啊！你哋咁聪明，你哋有办法嘅。我想偷下懒，呢个任务就交俾你哋去办啦。小月，由而家开始，你唔使担心我噶啦。你大个噶啦，而且我亦帮你嘅父母报咗仇。唔单止系你，仲有武权，仲有你啊，严大哥。喺呢段日子，你两个亲眼睇住身边嘅亲人一个一个咁样离开，一定好伤心。我曾经发过誓，我会好好咁照顾你哋。不过而家睇嚟，我已经再冇咁嘅机会。你两个要好好活下去，记住啦，要堂堂正正做人，知嘛？会噶，你冇事啊！你系大侠嚟噶，你系大侠燕南天，冇错，傅伟生。起身，燕某一生养无愧于天，苦无愧于地，生即当人杰，死亦要做鬼雄。我希望在你两个的心里面，我永远都是那个大侠燕南天。